said I wanna get to know ya. Why you gotta get my hopes up? You said that you were staying over, but then I woke up to the cold air. How could you make me believe that there was something in between you and me? Yeah, I look around and I don't see you. Where were you in the morning, baby? You didn't leave your number for me. Left me without a warning, waiting. Where were you in the morning, baby? How do you just walk away? Office， 刚刚买了一副耳环，特别喜欢，感觉很好戴，很好搭。看看我老公在干嘛？麦卡也在打气。全场购买$85可以得一个小礼物，但是我不会为了买而买。让我看一下，来这边挑一下明年的日记本。时间好快啊，又11月了。我还是想买我那一款，但是没有看到。我找到了，今年新的版本上面是这个样子的。我现在有点纠结，这两个颜色我要哪个呀？哪个好呢？国内很多小伙伴都早都看过了，但总的来讲就是一部很好看的电影。来到了一家我上班的时候经常来的店，今天外面特别的热，大概34度、35度。然后我用了 It Cosmetics 的那个 CC 霜。天了，一直在倒计时，因为我要去看《Harry Potter and the Cursed Child》，我特别特别特别的兴奋。我的票已经买好了，有一个月了。我会今天下午连看2场，我会把它的上半集和下半集今天全都看了。
一场是一会儿2点开始的，然后它的下半集是晚上7:30开始的，所以今天我会在外面待很久，因为今天澳洲超级无敌热，今天是34-35度，所以我今天用了 It Cosmetics 的 CC 霜。但是说真的，今年我的肤质变好了之后，我真的觉得它变得厚重了。它确实是我去年的年度爱用，可是今年我觉得没有那么爱了，而且感觉它颜色比我现在的脸要深了。粉底实测的时候，有小伙伴说我是上的那个粉底太厚了。No， 真的不是。因为我的所有粉底里，它确实是相对质地比较厚的。那每个人感觉不一样嘛。明天更夸张，明天会有38度。到了，啊，就是这里 ，Princess Theater。耶，哈迷的盛宴，跟我一起进去吧。不过开始了之后就不能够再继续录了，我就跟大家反馈我的感受吧。我进来了，但是相机被就是存起来了。哦，OK。我从店里面出来之后，店里面已经开始排队了。今天这个东西真的比之前在 Meyer 楼下的那个 Harry 的周边要好很多，一袋子。然后另外一个，看这布袋子就知道我是超级格兰芬多的粉。而且我今天买到了赫敏的魔杖 ，Hermione， 啊，超高兴，终于买了。你们看我的魔杖，在这个里面，我现在已经在迫不及待，超级迫不及待了。刚刚又买了两本大册子，25刀。今天真的是哈迷圆梦，超开心。我这个大头戴上帽子，套围巾，哎呀，太烦了。哈哈，变变变 ，Hermione 的魔杖，其实特别结实，就很坚固的那种。我也有魔杖了，真的成小仙女了。准备也要排队进去了，等我看完了出来再跟大家说吧，拜拜。看完上半场出来了，超精彩，我还拿到了一个 free souvenir， 超棒超棒。一会儿7:30回来继续转场，什么都好棒。到最后结束的时候，就看到了摄魂怪，然后飞在你的身边。我的天，实在太真实了，实在太棒太棒了。如果在 Melbourne 的小伙伴，一定要过来买票，不管多贵都要买，一定要看，真的超棒。已经是晚上了，好热啊，我的天哪，我感觉我喘不过气来了。这美颜好恐怖啊，我这眼睛这么大，这些直播的妹子们都是什么样的，美颜照出来实在是太吓人了。Thank you.
问一下我。三二。不喊我登。嗨。啊。Very important。最近最难忘的一天，然后最开心的一天，真的超级幸福。墨尔本小伙伴们一定一定一定要来看，然后也不剧透了，就大家沉浸在美好中。好幸福。Hello, hello, 我是 Crystal, 特别简单的快速录一下我昨天去看 Harry Potter and the Cursed Child 买的那些周边。我是觉得在 Melbourne 的小伙伴有机会一定一定一定要去看，因为虽然舞台剧的那个票价蛮贵的，但是我真的觉得绝对绝对超值，值回这个票价。这是全球第三个城市是有上映这个话剧，相当于是 Harry 的一个衍生系列。然后第一个城市是英国的伦敦，第二个是美国的纽约，第三个就是这边的 Melbourne。 所以我还觉得真的自己很幸运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我昨天到底买了什么。首先就是这个东西不是我买的，你看完了之后出来的时候会有一个小哥哥，他在那边就是身上挂了一个类似于 Harry 魔法世界里面他不是会有人在开往霍格沃茨学校的火车上面去售卖一些零食嘛，他就是挎了一个类似于那样子的一个挎篮，然后里面是放了好多好多个这个免费的一个胸针。你看完了话剧走出来的时候你自己就进去拿一个就好了，上面写的 Keep the secret 啊。反正就是我和老公一人拿了一个，好兴奋，你就任何衣服上啊什么都可以把它别上。这个不是买的啊。入场的时候呢，在门口那边会有一个 counter 是可以划卡买那个书的，我就买了两本，不是 Harry Potter and the Cursed Child 那本书啊，就是这个话剧的周边的一些信息的书。这本书就是写着话剧的名字，然后是 Part 1 and 2。 这边的看的地点就是在 Princess Theatre Melbourne Australia 2019 edition。 这个话剧一直是到明年三月份还会在 Melbourne 上映的，所以大家还有机会去买。然后里面就有各种主创人员的信息还有他们的一些背景。然后这边是 J.K. Rowling 正在我也不知道商量什么事情，我还没有来得及仔细看。这个是这边成年 Harry 的扮演者，他的演出也很精彩，因为哎呀，如果要大家来看了就知道了。这边就是一些主创人员，哦，他们的表演真的太精彩了。而且你去看这个话剧的时候，你就是有一种感觉，真的是沉浸在魔法世界的感觉。它每一个场景转换都让你觉得一点都不突兀啊，就是感觉超级无敌好啊，他们的魔杖什么的。哎呀，我现在有一点词穷。像昨天的时候举几个很让人印象深刻的点，就是他甚至能够把摄魂怪做得好，真是好真实，就是我的天哪，有一种摄魂怪飘在你身边的感觉，实在是太神奇了。而且夜景也超级无敌美，昨天大家应该也已经看到了，这是他的这本大的这本黑色的书，另外一本是这个小的册子，正面是 Harry, 然后背面是 Princess Theatre 的这个夜景，里面也是很多简单的介绍。它里面还有一个 Journey to the Eighth Story, 讲了整个 Harry 第一年在霍格沃茨，然后第二年第三年整个一个系列这样子下来。因为我老公只是看过前面一点点，而且他对这个系列不是特别的熟悉，所以昨天下午的第一场 Part 1看完了之后他整个人就有一点懵，然后我就在两场之间的休息的时候疯狂给他输出信息，他自己在听的同时还有认真的在看这本书，然后他就把一些问题搞明白了。然后等到他晚上场七点半那一场的时候他再看，就感觉 so much better, 他可以明白这个到底是在讲些什么。这个里面也是他的卡斯的一些介绍，他们演员真的也都好好，整个晚上结束了之后出来谢幕的时候感觉也是让人觉得非常的 happy and lovely 啊，就是非常有爱的一个团队的感觉。而且这个 Princess Theatre 整个的场景它的布置啊什么的也特别的好，这是两个它的小卡片海报之类的啦。 Melbourne 的小伙伴你是可以选择在两天内看完的，比如说你第一天看了一个 Part 1, 第二天看了个 Part 2, 你也可以放在一整天里面连着看，就是 Part 1加上 Part 2。 那我是从各种观感体验还有各种连贯性上来讲吧，我就是在一天内看完的，我就是把票买到了一天内。这是第一个大类，就是一进门的时候买到的书。
这个保留着以后，就是宝宝如果出来的话，我这个哈迷妈妈可以让他也是看 Harry 的书，然后也可以让他看 Harry 的电影。等到他全都看完了之后，我会跟他说，其实还有一个衍生的舞台剧，就是这个第八部的这个 Harry Potter and the Cursed Child 神奇动物在哪里那个系列，其实也是跟 Harry 的魔法世界是有一些相关联的，所以其实他到时候可以看的也蛮多的。锵锵，黑色的袋子里面的，这个袋子里面主要就是有我的一个魔杖，这魔杖也蛮贵的，65刀这个样子，但是我真的一点都不后悔。而且它的这个包装和它的质感，就跟之前我不是有一次 vlog 里面录过，在 Meyer 的楼下有一个 Harry 的周边展嘛，那个里面也有卖魔杖，但是无论是它的包装还有它的这种感觉，哎呀，都是这个比较好。而且重点是这个我是买到了 Hermione 我最爱的赫敏的，看看这就是他的魔杖，看有一点弧度的那个，看过书的小伙伴还记得吗？魔杖的细节做的也很精细，这样的啊，变镜头前面的小仙女。我老公还试了一下，他说哎很结实啊，对啊，我也有这种感觉，有一种教鞭即视感。比如说以后如果要有一个黑板，我要画一些画或者说是写一些字，我也可以把它当做拿这个来指着来可以教孩子，对吧？所以它不是完全没有用的，它是一个神奇的隐藏在麻瓜世界里面的魔杖，我相信有点神经了。然后我会把它好好的保存在这个盒子里面。除了魔杖之外，这个袋子里面还有叮叮叮叮，一个是它的围巾，我觉得这围巾真的出乎意料的质量好，哎，就手感也很好，上面还有它的标，我还没有来得及拆，戴一下你们看一下就知道，就是 Harry 的呀，我的天哪，这是他们格兰芬多学院的，戴上了之后感觉自己都充满了勇气呢，嘿嘿嘿嘿。然后还有一个他的帽子，上面也是 Harry 的这个标，我真的觉得这个质感做的还蛮好的，它是有版权的。然后这个戴上，我头其实特别难买帽子，像大脑袋，但是我觉得这个也还蛮好的。哎呀，开不开心呀？开心开心，好神经。昨天去看的时候不是超级超级超级热吗？晚上带他拍了几张照片什么的，我还特别的兴奋，也不顾热不热了。最贵的一个单品，首先先说这个袋子，叮叮 ，Harry 的袋子。它也是有四个颜色的，刚刚的那些围巾啊还有帽子啊，它们也都是分四个学院不同颜色，但因为我是格兰芬多粉嘛，所以我的布袋子也是格兰芬多的红黄配色的，超好看，有没有？因为其实我这个人是，我买包包要不就是一些我很特定的一打眼喜欢上的一些品牌的包，要不就是一大堆的布袋子，我是一个布袋子的狂热爱好者，我很喜欢布袋子的，所以这个布袋子对我来说意义真的很深远，超喜欢，我是一定会背的。锵锵锵锵，这就是昨日的单品最贵，叮铃，就是这个一件 hoodie 一件帽衫，它也有 T 恤的，但是我不太喜欢那个，也不是不太喜欢吧，我总觉得我可能应该不太会穿到那个 T 恤，所以我就买了 hoodie 这个帽衫。这个帽衫也是四个学院四个颜色的，当然我还是格兰芬多的粉，所以我是红色的。它这个前面有一个兜兜，能看到吗？所以里面也是可以放东西的，很实用。这件帽衫是75刀吧，我是买的最小号的 S 的，因为我虽然也喜欢 oversize 那种感觉，但是我怕那个 M 有点大或怎么样，然后当天那个小小的屋子里面也是有点不太好当场试衣服啊什么的，所以我还是最保守的买了 S 号的，它就是 S、M 还有 L 这三个号。咦，穿一下，我还没有来得及穿呢。哎，我觉得 OK 啊，这个 S 啊还蛮好看的啊，真的很好看哦。你看这个肩膀差不多比我的真实的肩稍微多一点点，然后袖子没有过长，就是我稍微一使劲它就在这个位置了，但是我也是可以把它放在这个位置，所以是一个很不错的 size。 哎，大家忽略我的孕肚啊，现在宝宝在里面。咦，可以把手放进来，还可以吧，对不对？还行是不是？耶，高兴高兴，真是一个矫健的孕妇。而且它也是有一个帽子的，我很喜欢这种冬帽，瞬间觉得自己变得好神秘，有没有？就是又神秘又有魔力啊！我对这个帽衫也很满意耶，而且这个颜色，这个红色，很好耶，我喜欢。然后是最后一样东西，哈哈哈，
听听，是的，我买了一支笔，然后这支笔上面也是格兰芬多的标，一个 G。我瞬间变成了魔法学校的学生，转出来这支神奇的笔，写下羊皮卷。总之就是超级开心啦，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你不是看过 Harry 的人，或者你根本就不是 Harry 的粉什么的，可能会觉得我刚刚有点神经质，你们就把我当神经质就好了。总之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喜悦，那么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吧，拜拜。